原本应是花莲新社噶玛兰族人举行一年一度岁时祭仪的庄严现场，入口处却被部落族人拉起白布条，抗议原民会剥夺噶玛兰族权益。其实早在今年8月1号，全台各地8个噶玛兰族聚落地方领袖、头目以及历任原民会聘用委员和族群委员，就已共同签名联署，发出严正抗议。因为根据原民会今年7月29号新任族群委员名单中，噶玛兰族族群委员并非领聘噶玛兰族裔，甚至遭族人批评，在不了解噶玛兰族群议题，也不被认同之下，要如何进入噶玛兰各个部落？尽管先前新闻报道，该名族群委员曾分别以萨克利亚族和阿美族身份自居，但根据了解，他确实拥有噶玛兰族血统。但事件延烧到11号，来自新社部落与立德部落青年会发出联合声明，指出质疑原民会选任一位过去并未参与服务与推动噶玛兰族相关事务，又如何能够代表噶玛兰族？也进一步批评此举不仅践踏噶玛兰族群尊严，也损害民族自治。应该是要召集我们所有的头目，是不是合不合？最基本的就是没有那个主编，他突然间改这个身份，我们不会质疑吗？面对反弹声浪，该名噶玛兰族群委员陈科瑞翻开族谱，强调自己的母系家族其实源自于宜兰噶玛兰族36社。阿美族的阿公，曾祖父才入赘到我的阿祖这边嘛，就是曾祖母，然后后来时代的改变变迁的时候，就开始变成到父系嘛，然后就变成是平地三胞跟山地三胞的分别。对，然后就开始依偎在整个阿美族底下。对，那我们现在开始这一辈的年轻人，我们就要开始找回自己，我们要认定自己。立委郑天才认为，根据原民会处务规程，赋予各族群委员具有重要议案、政策等先期审查工作，甚至包括跨部会原住民族相关事务的协调联系，因此必须具有该族群文化敏感度以及与部落连结的高度民族代表性。因为我们有16族，就是必须要16族的声音要能够被听到，而不要偏听。所以每一个民族的代表就必须要获得民族的认同，而之所以会被认同，当然就是因为认为他了解这个族群，所以不是一个封官，不是一个随便一个职务。所以政府机关所遴聘的族群委员，如果这个民族都不认同，那如何去这个去代表这个民族？立委陈莹则认为，这起争议应先回头理解目前原民会族群委员的角色与定位。其实他真正的名称叫做约聘委员，而非族群委员，且主要工作是要帮原民会做政令宣导，成为政府跟部落间的桥梁。大家所期待的族群委员的这样子的一个定义，如果是真正的这个部落的各族的族群委员，那确实我们要由部落来推举。那未来这些族群委员有相当的代表性，希望在这个层级上是可以提升，在总统府跟总统跟我们的政府做一个对等的对话。所以我想聘任委员跟族群委员应该要有一个区隔，那后续才不会产生要很多的争议。而原民会族群委员的法源依据来自原住民族委员会组织法第4条，当中更进一步订定委员遴聘要点，族群委员属于聘用委员，必须具备原住民身份以及热心族群服务等。但这一次被各界议论族群委员遴选制度应当公开透明，而细看原住民族委员会组织法第4条中，其实明文规定是由主任委员提请行政院院长。族群委员就是民主代表，那按照目前是用聘任的模式去处理嘛，以主委同进退，但是推选的程序，这个就变成要让民主要认同这个程序了，怎么样也好，应该公开透明是比较适当。那这个就要回归到民主嘛，或者部落的意见为重要嘛。曾任原民会主委的瓦利斯贝林说明，以原民会实际执行面来看，还是以首长制做法律定位，但其实应当回归各族群委员制模式进行族群管理，实践民族共治的概念。
不过，从这一次噶玛兰族族群委员案例来看，距离理想的民族自治自觉，恐怕还需细部厘清族群委员的定位，同时针对法律进行适度修正。而原民会也强调，陈科瑞身份有经过调查，但由于族谱涉及家族隐私，应当尊重他回归母系的权利。原视新闻，就是麦以古罗台北市采访报道。